新赛季第一个黑科技玩法来了，6-14的逆风局自行拉满，反过来直接压着对面打到团灭，就是这么离谱。来说一下原理，张飞二技能可以给队友增加1700护盾，辅助装救赎可以给队友提供1800的护盾，新装备旭日可以给队友增加800护盾，带个治疗可以给队友秒回1000血。那么全部加起来，张飞就可以帮射手抵消5300伤害，再将近卫给护盾提供双抗，治疗给队友增加移速，所以这样的玩法相当于射手拥有两条命。来看一下实战效果，虽然这个后羿看起来有点呆，但是我二技能给他2000盾，他直接就敢自信的往前走。我一技能或者平 A 触发旭日，再给他一个盾，他直接就敢原地不动吃控制。这个时候他被近身，我一个大招直接推开，此时他已经残血，但是他根本不慌，因为我一个救赎可以再给他1800盾，一个治疗可以再给他回1000血，所以这个后羿今天了不起重伤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这就是他一个呆射敢自信站桩输出的底气，所以新赛季推荐大家用5重守护的张飞，找一个会玩的射手一起双排，上分真的就像喝水一样简单。一个会玩并且拥有两条命的射手，你说对面怎么打？射手不死，那么输的一定是对面。最后是完整的5重守护的张飞出双铭文，祝大家新赛季上分愉快。